迎徐老师。要不要非常的困难，大家好。好。马杜，我呢，不是很平淡，我不晓得怎么去表达我对你的思念。这首歌的意思是这样子的。我谢谢你，等一下我们就把思念的心情放在这首歌当中。我相信人生当中，在人生里面一定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我们想念，有友情，有亲情，有爱情，还有生命中很多点点滴滴的事情。那接下来，让我们静下心来，把思念的心情放在这首歌。让我们一起欢迎曾德跟盛行家合唱团一起带来的精彩演出《想念》。